今天1931年，加农棒球队取得甲子园棒球赛的亚军，而当年一战成名的投手吴秉哲，最后是被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来帮了。在过86年，日本早稻田大学亚球部28位的队员，伫咧三号是特别来到嘉义市的喷水医院，在市长同心提的见证之下，球员是欢喜来合影的先拜吴秉哲的雕像来翕相，留下具有历史意义的相片，也串起着台湾和日本球迷美好的回忆。看到雕像将吴秉哲招牌的投球姿势做甲活灵活现，和阮对日本早稻田大学来到嘉义市参访的亚球部球员，大家拢忍不住惊叹连连，纷纷摕起相机留下和先拜吴秉哲雕像的合影。出身加农棒球队，吴秉哲伫咧1931年在甲子园棒球比赛当中一战成名，后来更加入到早稻田棒球队。伫咧86当后，日本早稻田大学亚球部28位的队员来到家己，特别来到喷水医院和吴秉哲的雕像来合影。刚以市长头身体亲自到现场见证，感觉感动又个光荣。我们非常高兴哈，我这个大学来到嘉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吴秉哲哈，我们这位又投又打的选手啊，他不但是个好的投手，而且啊，前垒打哈也曾经在当年刷新纪录。他就是到早稻田大学去啊，所以呢，早稻田跟我们嘉义就有这样的恩人。吴秉哲选手替台湾争光，也去早稻田服务啊，所以今天呢、啊，非常欢迎他们到这里来，希望未来。日本跟我们嘉义跟台湾的友谊能够继续增长，用棒球来结合大家的情谊啊，让我们嘉义的棒球、我们的卡诺精神以及卡诺的商机、我们的旅游都更上层楼。日本早稻田大学亚球部的队职员由早稻田台湾校友会会长林聪弟参领会部干部。社会陪同之下，三号将伫咧嘉义市来进行一连串的卡诺棒球员乡拜访行程。除了和喷水医院的吴秉哲雕像翕相，嘛准备到嘉义大学来参访校内近藤兵太郎的铜像，阁有甲准园准优胜的纪念碑。最新新闻，张国平、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